会驾着一个家庭，然后我希望直播间各个级数上面啊，认可王菲、支持王菲的都能够加入我这个啊会驾着这个大家庭啊。好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走了我走了，我不影响你们了啊，快点，我让开让开，我走了。我不让，不是阿姨，你这干啥呢？你这一大把年纪了，你回去休息了。你看我儿子媳妇了，感谢这个阿哥送来的粉丝灯牌，漂亮。感谢这个法海送来的粉丝灯牌。我想想，我妈也说你好好漂亮，我妈也好。什么叫你儿子媳妇漂亮？我儿子媳妇来说漂亮。人家还没有答应做你儿子媳妇呢啊、哦！阿姨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，知不知道？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去。感谢这个春天小草送来的粉丝灯牌。我儿子媳妇。感谢我是一生幸福送来的粉丝灯牌。快点去吧，你干嘛、啊？你这是？快点、啊，你让开啊！我走了。他们、哦，你让开，让开，我走了。走，你也去我我不想去你家了。那边我们我不想去你家，行不行？你这还不让走了，是不是？那个鸡肉吃。不吃。他们不吃了。不，你们不能去那个县城院吃烧烤，因为有我的宝在，然后你们。你好好说，来，小小，你帽子脱了，来见见人，你丢不丢人？你看你干的什么事？我之前一直就跟你说了，不要招惹这个曲布，不要招惹这个曲布，曲布这个人很无赖，你不听是不是？你看你现在都搞的什么事吗？来，自己解决，自己扔下来的货，来自己解决，来，快点。不要了。你看你丢不丢人嘛？这个、干的什么事嘛？阿姨回去了，快点，我不回去了。快点，叫阿姨回去了。啊，什么情况？你自己不知道了？你现在叫阿姨来干什么？这一股是啥？来，我们直播间各个解说上面，公屏上打出三个字正能量啊！咱们公屏上打出三个字正能量，然后把王菲点点赞。咱们这个点赞太少了，直播间点赞现在还差20万呢，点赞还差20万。来，直播间支持王菲，愿意帮王菲点赞的人，帮王菲把这个点赞点到30万，好不好？现在点赞还差啊，不是点赞点到50万，还差20万。能不能点得到？然后公屏上支持王菲的公屏上帮王菲打出三个字正能量，好不好？最后只差10万了，点赞就最后只差10万就到50万了。我看你把人家都吓哭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人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，人家都吓哭了，你们回去了。这样子是。是啊，小其实真的，哎呀。真的假的？赶紧的，快点！你是干嘛？看到没有，小小？回去了，我不回去了。你真的误会了，你真的误会了。不是的，误会了吗？真误会了，他。你看你干的什么事？我自己知道解决。来，你解决，没事，我不管了。我们早就跟他说过了的啊，不要招惹这个曲布。曲布他是什么样的人咱们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来，公屏上帮王菲打出三个字正能量，然后咱们这个支持王菲的帮王菲点点赞啊。礼物的话你们不那个其他的礼物不用说，你们有条件的话你们就点开这个关注了我之后，这上面就会有个黄色的小信息，点开这个黄色的小信息加入个粉丝团，我们这个非家人这个大家庭欢迎大家的加入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非家人非家人这个团体啊。现在我们这个非家人成员已经有3300个成员了。感谢默默加入了啊，感谢默默送来的粉丝灯牌啊，感谢鱼朵送来的粉丝灯牌，感谢北上花送来的粉丝灯牌，加入了我们这个非家人这个大家庭啊。感谢建哥加入了粉丝团，感谢秀丽人生啊送的这个粉丝灯牌。你把阿姨叫我回去，你在这你干嘛？你想干嘛吗？那个宝。什么宝？那。你不要叫我宝的。我你们如果非要在这里的话，那王菲跟我们回我们家吧。你们要在这车上，我们烧烤也不吃了。走走走，这样子拦着人家。走，你俩咱们回去了。我们回去了。
人家阿梅家不欢迎你们啊，不要来了啊。那个宝。什么宝吗？不行，你去阿梅家。嘿，放开，你拉着我干嘛？干人家去阿美，人家他们要回去了。你让他去你们家干什么吗？阿美，阿姨，你们先回去了，你们回去吧。真回去，你好，跟你妈妈解释一下。啊，你不要啊，带啊也不要带王菲去你们家。你说话我真的。你先大姨回去了，快点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快点，不是你宝，快回去了。回去了，阿姨，快点回去了。阿姨回去了。你看你大晚上的在那干啥嘛？你看小孩这曲布闹嘛，你不要跟着闹嘛。还有曲布跟你。曲布，我跟你说啊，阿姨，今天我看在你在这里，你年纪那个你是一个长辈，我尊重你。不然的话，你们这期的这种行为，我已经很生气了，真的。我不回去了，他什么名字是吃了烧烤，我这个干啥的？人家都说不吃了，你们还硬来呢。你回去了吗？举步赶紧把阿姨叫回去了。阿姨的就在看着阿姨嘛，不着急嘛，得不着急，什么不着急？我们要走了。来小你处理来，你自己惹的祸来，处理自己处理。快点回去了，你们快点。没事，直播间哥哥结束了啊，让小这样子吃点苦头，他以后才会听话的啊。不然他都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子的，咱不是搞不定，咱让小自己搞定一下先，让他吃点苦头，以后他就听话了。我们早就跟他说过了，叫他不要招惹这个曲布，不要招惹这个曲布，他不听，他以为他闹着玩。但人家跟他闹着玩没有吗？你看人家跟他闹着玩没有吗？对不对？直播间哥哥姐叔叔们啊，让他经历一下啊，经历一下这种情况，让他好好认识一下这个曲布，他以后应该才不敢跟曲布玩。来，让他自己解决。我们不是咱们搞不定啊，不是咱们帮不了，我能搞得定，但是我先让他吃点苦头来，让他长长记性。来，我们直播间啊，5600个哥哥姐姐刷们啊，感谢加入了这个王菲的粉丝团，咱们直播间啊，认可王菲的，觉得王菲这个人可以的啊，值得你们花一毛钱交个朋友的，你们就这上面这里啊，点了关注之后出现一个小黄心，把点开这个小黄心，加入王菲的粉丝团，我的粉丝团，我创建了一个粉丝团，现在已经有3300个成员了，我欢迎各位家人们加入我的粉丝团，你们加入了我的粉丝团以后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你来我直播间，你的网名前面就会有三个字“非家人”三个字了，只要带着“非家人”三个字的这些网名，这些家人们都是我的我都会把你们当成自己家人一样，知不知道？现在我们这个小家庭已经有3336个人已经加入了，感谢还没有加入的这些哥哥姐姐刷一遍啊！来，咱们所有非家人公屏上打出两个字“欢迎”，欢迎这些新加入我们这个非家人大家庭的这个成员们啊！欢迎这些今天才加入我们今天才加入我们这个非家人的，咱们5500位哥哥姐姐刷一遍啊！咱们已经是非家人成员的啊，公屏上打出两个字“欢迎”，欢迎这些新加入的。现在有一个叫君子兰、王一鸣、坏哥哥，这有三位，这么三位哥哥姐姐已经加入了我们这个家庭。我希望啊，那些没有加入的啊，可以加入一下啊，点开这个黄色的小信息，加入一个粉丝团，只需要一毛钱啊。咱们是非家人的，就公屏上打出两个字“欢迎”啊，欢迎！因为咱们这个家庭，咱们这个非家人这个家庭越来越强大了，以后咱们在互联网上名气会加倍的好啊，咱们在这个互联网上就会有一席之地了，好不好？欢迎这些，欢迎相逢大哥加入了咱们这个粉丝团，欢迎这个什么名字？这个无所谓加入了咱们这个粉丝团。欢迎这个一为字母的大哥加入了粉丝团，欢迎这个大光火加入了咱们的粉丝团，欢迎这个大谢哥哥加入了粉丝团。
欢迎风中鱼加入了粉丝团，欢迎雪中飞加入了咱们的粉丝团，欢迎啊！公屏上打出两个字，欢迎两个字，好不好？咱们飞家人，所有飞家人，公屏上打出两个字，欢迎。啊，这个粉丝团是点了关注之后，它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小心心，点开这个黄色的小心心加入就行了的啊！感谢这个王氏大哥加入了我们粉丝团。再多都没用，小小不可能走的。怎么样了，小小？搞不搞得定？啊？快回去啊！搞不搞得定？你看人家妈妈都带过来见你了。你王菲跟你不要说小小。没事没事，让他吃点苦头，他以后才听话的。不然你看前几天，他都一直不肯，听话。你不要说小小了。我不说他，他自己不经历的话，他。以后哦，你不是说曲布他人很好吗？你看他现在好了没有？他人好了没有？他现在，我本来就是对哦我，本来就是对小小小，感谢石哥和火火两位大哥。